先锋之海手游，来我们这攻略教学，好，这样就关卡攻略教学了，嘿，那我们就继续开关，库存教学。都可以自动渗透，因为他抢先体验哦，可能是三档啊。王叔，你这里注意一下。那我这边就是说一个演示教学给你们看一下，哦，啊，有兴趣的就自己注意一下。好，一样也是这个挂机的玩法。哇，我无言呢，因为我们上一集不是才玩过而已，然后又是这类型的玩法，然后有人看到这游戏就一直在自嗨，就是他是剑鱼，哎呀，就玩法像而已啊。哇，他的那个角色有人鱼耶，哇，他竟然有人鱼耶。我就想他不要直接公测就好了，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玩法就参考一下咯。非常漂亮。OK。对，这样一直弄就可以了。